见了佛就能得这么多的好处，就是法仪吧。嗯，这里头多讲字，字是什么呢？是体，讲光明，从体上所显的光明是用，所照的环境不同了，对外的境界相不同，转授给菩萨，转授给菩萨。这个所谓一切法具平等三昧之光明，这个所具以下的显示什么呢？显示字的体，字的用。用就是声口意三业离众生，那众生的种种不同，所以境就差别了。一共说十一地，非得入这个身定的时候，入身定啊，入身三昧，入身三昧的时候呢，就是说一切法甚深的道理。什么是一切法甚深的道理呢？这里分那个正法跟善恶之法，正法有三，善恶诸法也有三，那么总收一切全都是有为法，无为法是有为法是这样的。无为法呢，无为法分二种，一者是一位性，诸法等同一位，叫一位性，所以叫平等，叫平等。第二种法具，法具呢，说具一切法，不管善法恶法，凡是一切境界相，即法具，是吧？证个这个三昧，证到这个三昧，才能总收一切法。总收一切法，一切法是有为的，有为的用无为法收有为法。这种讲嘛，很深了。再重复一下啊，字是什么呢？字是的体，字的体像什么似的呢？像太阳一样的，像日，这是体啊。日光，太阳的所有光，照射咱们地球上的所有光，这叫润。就体来说是一，用来说可就不一了，放的千种光，体虽不二，能照一切，就是说日光啊不二，它照一切物，它没有分别的，它平等的照。佛的智光，智光它是随景分照的，他照你接受不了，等于没照。就是佛的智慧对于一切众生是观察的、平等的，说叫法具了。法具里头就含摄很多，含摄一切的三昧啊，一切自光明，菩提心的住，住的光明，对。法界海里头有信、解、行、正，光明显得作用于开众生的觉悟，使众生的信仰，使众生初发菩提心，久发菩提心了，住在智慧光明里头了，完了还得发大愿，发大愿，
佛法是靠愿力所成就的，大愿海的自光明，入无边行，光有愿不行，得要修行，修行才能不退了，不退了，完了才能达到究竟圆满。那么发菩提心，我们经常说发大心，发大心，这种智慧，这种光明所照的，照的什么？前前后后无量的因果，无量因果咒。从我们最初一发心信佛乃至修行，完了即是正德，正德的有深有浅，有前有后。不论从前后，一切吸入，吸入什么呢？入于这个大心智慧光明之中。那么初学的人，初学的人啊，将发菩提心。你这个因呢，到以后才能得果。在那果中又发心，又是因了，那陆陆续续的这个因成熟，又叫厚厚的果，因果相当的多，你要理解。现在我们这个所受的报身，这是果了，现在我们又发心，发心见佛闻道受三观，这又是因了。因中又得果，果后又起因。所以呢，发了菩提心了，要发止知心，就知心。知心什么呢？知心念真如之法，慈心正念真如。真如呢，就是一真法界的法。这真如嘛，又摄一切法。执心证入真念，执心正念真如的时候，就发了菩提心之后要行啊，行完了之后再发菩提心。咱这个发菩提心呢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跟菩提不相应。到了登了初住了再发菩提心，跟菩提心相似，还不是真肉。等着出地了再发菩提心，那就达到了知心正念真如了。得见一切法性，正得一切法，摄受一切法，但是只是一份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初中后能够圆融。我们经常说初发心是成正觉，从你发心这个因，就一定的能成到佛果，是果德。这里头含着自得、断得、解脱得，这就是前前后后的无量的因果，以六位来相变。六位啊，我们大家经常讲的，像我们讲大乘起信论嘛，初发心，信位，完了再到了三贤位，叫住行相，就是回向，时住时行时回向。完了是经过实地，实地完了等觉。但是从你现在一发心，在这个佛教教义当中，我们讲大乘起论讲过，这是大乘的实教的一道理。我们的发菩提心时候讲知心，
知心正念真如，真如的本体是无二的，是一切诸法之体。知心正念真如，心呐、啊，就知心念我的本心。我们在这问题讲了很多了，没讲《华严经》，我跟大家讲讲，要相信你自己是佛，要知心念你自己的本具量。真如的本体，这叫知心正念真如。真如是一切诸法之体。你发了菩提心了，就是知心正念真如。那以发心的功德，能够知道是发了心了，就知道了，明白了，明白如来的一身。一来如来的一身啊，就是佛身的一身，这个是指法性说的，如来的法性身，那开显的佛的报身，佛的化身，化身就无量了。这分三种智慧，只因这念是究竟智慧，一切智慧的慧光明就一切智，这靠般若开显。咱们大家都会念般若经啊，念心经都会啊。那般若就是智慧，这个智慧里头有好多等级啊，好多等级。那么一步一步的去求，一步的去求。对一切诸法，诸法先是少得，而后是多得，多得到了无得，以智慧能够解脱，以诸法能够少得，到了多得。多得了并不是取啊，并不是执着，是不执着了。你心呐、啊，离了一切妄念了，心妄念了，光明是照，啊，寂定是三昧。在你这个心中，刚一发菩提心，就跟那成佛的究竟心无二，这叫因盖果海。因盖果海，感到你成了佛了，那个究竟的菩提心全部显现了。即照不二，即是定，照是慧，慧即是定，定即是慧。说普贤菩萨入三昧，普贤三昧这是寂，而且又说是世界成就，华藏世界，毗卢遮那，这个都是照智慧的显现。那他这个心中呢，所有从一发心发菩提心，就达到了佛的果海所具足的功德。这叫因盖果海。应该过好，就是你出发了菩提心了，就收摄一切佛所发心所成就的功德，出发心是变成正觉。这个到咱们讲十六品，梵行品、净行品、梵行品、普贤行品，那就详细讲这个道理。讲到最后普贤菩萨行愿品了，一切圆融。圆融什么呢？后头的圆融前头的，前头的摄于后头的，这叫缘起诸法。缘起诸法其性本体是般若智慧，般若智慧是空的。那天我们给他们那些道讲呢，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就是从果上说。先说性空，因为性空才能摄缘起一些诸法。在因上说，咱们现在开始发心学华严，就是因盖果海。这就是因为因盖果海，这一发心呢、啊、就是般若的智慧圆融一些后头的，一直到成佛啊，达到了性空。性空又回摄缘起，说性空不空，
不空就是生缘起诸法，缘起诸法非有，其实性空，是吧？空能成就有，有是妙有，妙有拿到性空的意，心离了妄取了，寂照双流了，就是性空缘起，缘起性空。那你这个心无德不舍，无法不备，就舍一切缘起，懂得这个意思，都是你最初发心的时候，刚发心的发了菩提心，就成了佛了。不是现在你就成了佛了，发菩提心一定能成佛，但是还有过程呢。过程，我们这现在发心是依妄而发的，不是真实的。但实信满了，信位满心了，咱们是信位到初住菩萨，这个发菩提心相似真，相似见了法性的理，不是真见着的。等了出地了，真正见了法身了，他可理解一切缘起诸法。离开后头的究竟心，就没有缘起心。离开缘起心，你达不到究竟心。相辅相成的这个道理，假设你明白了，你悟得了，虽然没有了生死，你明白生死是怎么回事，也明白涅槃是怎么回事，你能够证得的，能够证得的。我讲这个智慧，专讲智慧，大智的智慧的明了，就是大智自明，以大智慧智慧明了一些诸法。这个法什么呢？就是法界。法界两个字啊，解释多种，界是能生，能生什么呢？能生一些诸法，一些诸法还归的时候，还归于此界。就是《华严经》经常说的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一切诸法一切境界都从法界流出去的，无归还不归此法界，在这一流一还归，这全叫缘起。归的时候归到什么呢？归到性空，缘起还归于性空，从性空产生一些诸法缘起，这叫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故无不还归此法界，就是又回一体了，还归于性空。那么智慧光明所照的，照的什么呢？照的体，能照的这个普光明，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的相大。智慧光明遍照一切法界，原来蕴藏着有无量的功德，咱们经常用恒河沙来比啊，蕴藏恒河沙的性功德，说叫藏，藏是含藏意。但是妄惑本来是空的，空没有啊，没有就没有眼物啊，所以叫本来清净的。咱们那个说是明见，明就是光明，见到一些事物，这叫成眼，眼是观看的，咱们这眼根是造物的，要见，这个见就是明见，就叫眼，能见着法性的不是右眼，那么现在我们从右眼。这就说，那天有位道友问我，是观自在菩萨，他得到耳根圆通，他不是用眼睛见的，他是用闻的，这叫六根互用。
见性的时候就是开悟了，明白了。这个用眼来形容可不是眼，是心。咱们看的《金刚经》上，无眼圆明啊，那右眼是佛的右眼。所以在《大般涅槃经》上说声闻的人，他具足右眼，但是他也有天眼。把这个右眼天眼同叫做佛眼。学大乘的人，大乘就是咱们上来所讲的啊，成这个大乘的人，学大乘人，他的右眼也就叫佛眼。大乘经上说都是佛乘，佛乘的佛眼见性，咱这开悟了，开悟了就见性了，见性这个见性啊，已经就是佛眼才能见。这里头这个教相的当中啊，说你不学教义啊，你没不能理解。说禅宗人说顿开直入，立正菩提，那也是术法身呐，那不行的，成不了佛的，照样得修多少劫。这教义上这讲，那学禅的人他不这样讲了，他说我顿超直入，立正菩提，立正菩提就成佛了。那教下就给他批评，他说你这个成佛呀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呢？你没经过三大阿僧伽耶的修炼，这个叫成术法身。在性体上你跟佛无二无别了，对啊，那我们现在一切众生都跟佛无二无别，但是理据啊，理据不是现实啊。这个世间像很多这样事情啊。当代佛门起诉孟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，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寂，享寿103岁。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荣佛种，缅怀风范。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最近世界上各个角落，包括我们台湾，各位都看到这么多的天灾人祸，甚至有很多人忧郁症乃至自杀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心，贪心嗔心所造的恶业，特别是杀生的恶业。每个人对这个世界都要有责任，佛教讲缘起法都有关系。所以希望各位最近多吃素，不要吃肉，多念佛，以慈悲心去做各种的修行，多放生，多施食超度，来回向整个世界，这个才是慈悲的责任。阿弥陀佛。慈悲仁爱能成就一切善行德业，戒杀吃素能化解世间刀兵瘠疫。中华护生协会慈悲的道路与您一同前行，护持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户名中华护生协会。Thank you.
师父成立了永久牌位，是否也可以让一些都绑呢？都绑就是说他还没结婚就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都绑呢，没人祭拜的祖先跟姑娘，姑娘就还没结婚就死了啊，我们也帮他设立永久牌位，这应该啊。我本来有这样设计，就是说那些牌位弄好了以后，这个世界曾经发生过灾难的地方，或是哪一个国家或各类的东西，一给它列在那边，啊，对我们修菩萨道是非常好的助缘哦。看到美国的哦，看到畜生道了，所以就像堕胎胎儿一样，要有个永久牌位。刚刚讲的这些啊，还没结婚就蛇报的啊，或是其他灾难、其他民族，你想得到的，都应该列牌位，就像。除了如此，各国国家的国旗，对不对？啊，列在那边，就代表这个民族、这个国家为超度的，都要把它有一个名目定在那边啊。不过话又讲回来，你列在那边，有缘他就来了，所以那不是列的好看的，就要认真了啊。但是做一个菩萨不想承担，那就不可能成就菩萨道。所以很多人说：“哎呀，没有能力呀，不要做啊。”那你意思就是说你不想做菩萨了，那就算了。你想做菩萨，要承担众生苦，而且要孤独一个人的愿意承担。那《法华经》最主要就讲这个。但是不是你一个人承担？你不要这样想，是透过你对佛菩萨的信心、众生的悲心，而把这个力量给他们的。啊，你也不能起傲慢，也不用怕，因为这是佛力加持。啊，就像我们帮人家念阿弥陀佛。那是阿弥陀佛来帮助他接引他，我们是一个中间的大悲助缘者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再大的苦啊，这种灾难都把它列好最好。